我们的创新做法第一点，我们就是引进社会劳动人员。所谓社会劳动人员，就是社会上违罪，例如像酒驾啊，那个交通事故啊的人员，他因为付不起罚款，所以来我们这里义务劳役。那义务劳役他们抵他们的食宿那他们进来在我们这里面，除了环境维护之外，我们还请他们垃圾分类，例如我们回收回来的垃圾，把它分成玻璃类啊、纸类啊，还有铁类啊、铁铝罐啊，还有弹簧床上面的一层布，我们把它割掉，那使这个垃圾能顺利的卖出去，那还有他们还有帮忙清运那个环境整洁。第二点的做法就是我们跟海科大合作。我们把收来的厨余送给海科大的生技厨余活化厂，给使他们做肥料。那然后我们它的成品，我们在活动中就发给民众，使他们当作纪念品。海科大这边的厨余厂是43年前就已经有成立的啊，跟高雄市清洁队合作啊，这边的进料也完全由高雄市南子区清洁队提供的啊，这边的进料就是进料以后啊，然后有一个渗出水的两个路线，第一个就是进料以后，经过第一个输送带，然后到破碎机，破碎以后再输送到我们的那个搅拌槽，跟木屑跟菌种一起搅拌，然后下料到第一次的堆置。啊，以液态肥来讲的话，我们会到外面的，输送到外面三桶，经过自然的那个发酵，然后到里面的三桶再浸渍，对渍完了，大概会经过一个月的发酵，就会完成那个产品。做成以后，我们将这些物质在资源回收说明会，或是跳蚤市场的时候，或是我们环保局的各项活动的时候，发给民众，或是跟民众将资源回收物带来这里交换，我们使民众知道我们回收的厨余的最后产品是什么，那可以再利用的地方是什么，使他们了解我们将厨余回收分类回收的目的就是在这里。在我们辖区里面有一个高雄都会公园，它有高雄之肺之称，内有树木600多种，12万多株，树木每天产生的树叶很多。我们辅导都会公园使他们的枯枝落叶就地掩埋，减少垃圾量，那增加肥料的使用，希望能推广到全国所有的公园里面。基于这个生态永续的利用，我们做这个碎木的处理，因为在这个地方有14万多棵的一个植物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就每个月大概是处理8吨的一个枯枝落叶。然后来孕育的盐来做成肥料，然后提供植物的一个生长的需要。然后你看底下所看到的，像我们所产生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有机肥，就是在我们在脚这个底下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到，所以非常好的一个地方，我们资源就非常这样子用有效的利用来繁衍，然后生态的永续的利用。